我们来烤棉花糖吧，恩恩。哎，不要碰到，你妈会烤焦。哇，有那棉花糖发炉了。恩恩老师上课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恩爸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恩恩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一个父子系列啦。耶、yeah. ！等等，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要去露营。我们今天来到海边，台中大安的海边。今天呢，恩妈跟安安在家里没有来，我们两个自己出来玩。我们要来住一个豪华露营区，叫做像海那样。你知道什么叫豪华露营区吗？有很大的帐篷，里面很大的床。就是我们只要人过来，行李带过来呢，就什么都帮我们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然后安安，你没有介绍你的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玉成。你好，上次有跟我们一起玩躲猫吗？然后我们要去看我们要住的地方了。好啦，我们已经进到园区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去我们住的地方看一下。园区的外面呢，就有一块大草皮，它有很多小朋友喜欢的设施。现在呢，进到我们要住的地方了。刚工作人员说呢，这一条叫做风车大道。那会这样取的原因呢，应该是啊。尽头的地方呢，有一个非常大的风车，所以其实还蛮壮观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要住的就是这种豪华帐篷，它的内部呢，所有的设施都有了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。这是我们的豪华帐篷，来，刚刚帮我打开吧。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光临！哇，好大的帐篷啊、哦，两个大床哎、欸，天啊！哇，帐篷里面有冰箱哎，还有水杯。它的帐篷真的是很厉害。我们订的是四人房，所以有两张大床。除了有两张大床之外呢，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这个。安安，你之前住过露营区，一般厕所都是在哪里？在外面，就是啊。来，我们来看看哦，它的帐篷里面竟然有洗手间。真的超厉害的，帐篷里面有洗手间哎，帐篷里面呢有淋浴间，真的是超贴心的，这样就不用在冷冷的天气呢跑去外面洗澡。它这里呢很贴心的，还有附了这个，夏天来的话也不用怕热，因为它呢它有附冷气。那冬天呢也不用怕太冷，因为它里面就有电暖气。刚刚你知道我们来这里啊，除了什么都不用带之外，今天晚上呢会去吃火锅，然后晚一点还有烤棉花糖哦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就去吃饭吧。走。Yeah! 小朋友们，我们要去吃晚餐了。我穿了三件外套。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穿了几层衣服？今天天气真的蛮冷的，因为我们从高雄上来，没有预料到台中这么的凉爽。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。对，刚刚穿了四层衣服，就是跟小洋葱一样，准备要去吃晚餐了。我们要上去他二楼的餐厅吃饭喽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好漂亮！玻璃屋哎！天啊！完美餐厅，超厉害的。我们的晚餐呢是自助火锅，那它的自助火锅呢，除了有火锅料可以选，它还有很多小菜可以拿。哇，好丰盛哦，各式各样的餐点都有，像这个就是火锅料，可以夹自己喜欢的火锅料回去桌上煮。它连吃晚餐的地方呢也是很高级，还有驻唱歌手，所以吃饭的时候也可以听音乐，觉得很棒。刚刚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我们要去烤棉花糖咯。万岁！这是他们提供的火炉，我们来烤棉花糖吧，恩恩。哎，不要碰到，你把我烤焦。
哇，有拿棉花糖发卤了。快！回！怎么办？哎，回！怎么办？回一回就好。我觉得冬天呢、啊，这样子烤棉花糖，真的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。对，因为很温暖。跟恩亲爱呢，很认真在烤棉花糖。恩恩吃到在那边跳舞了，好不好吃啊，恩恩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明天见咯，等一下要准备睡觉啦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睡醒还没有很清醒，走，我们去吃早餐吧。好。对呀、啊，走喽走喽，吃早餐。哇，今天天气好好哦。它的早餐一样是采自助式的，也是很多可以吃的东西。我们来看一下早餐有什么吧。这里有培根、法国吐司。都是小朋友爱吃的，我最爱法国吐司了，很棒很棒，真的是很丰盛哎，鸡块哎，刚刚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可以吃很多他平常喜欢吃的东西。好好吃哦！那你们昨天有没有睡好呢？有啊，有哈、哦。我跟你说，我刚躺下来，老汉哥不听了。恩恩呢？昨天超好睡的，一躺下呢，就直接到今天早上。等一下，我们吃完早餐去踢球，好不好？现在是餐厅的外面，它夏天来呢还蛮棒的，是因为它刚好就在大安海水浴场的旁边。因为现在是冬天了，游泳池就没有开放了。那我们现在去草皮玩球吧。走。现在呢，两个小朋友要来表演射箭。来，射到红心的可以去福利社买饼干。我是神箭。哎，你射到人了。打到我。这里呢，小朋友玩的东西真的蛮多的，很适合呢全家大小一起来。好啦，我们来玩九宫格吧，恩恩，你们要先讲自己要丢几号。68。恩恩，你先借过一下。啊，丢到四号了。丢到六号了。哎，丢到了没有倒。我丢八号。来，丢到五号了。直接飞过去。丢到一号了。好厉害哦，中了耶！好啦，恩恩，玩得开心吗？这两天？开心。这两天呢，吃的、玩的，还有住的都很棒。你最喜欢哪一部分？都喜欢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。我们每周五、每周六晚上8点更新影片，大家拜拜。